然后这个是面对王哲林啊，确实又是一个连续的被帽亮，又是反击陈林坚，然后王哲林再下两分，哇，这六分球上来以后6-0。那这个劳森的后转身再分到大王这边，大王用小抛，老球又打进，这进攻太快了，5秒的时间就上两分球，已经领先了11分了。球迷，一扣，但是慢慢转。